大家好，我是今年21岁，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，蔡德志。马来西亚是个美丽且拥有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家，如此丰富多彩的成长环境，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求知欲。中学时期的我，就读于昆城中学。在一次机缘巧合下，我参与了 Astro 电视台所主办的校园报报刊，负责拍摄及制作校园活动影片，也因此初次深刻体验了创作及拍摄的乐趣，更找到了生命中热爱的一件事。完成中学学业后，我和家人经过再三思考，报读了 UCSI College 的大众传媒学系。在 UCSI 学习的这两年，讲师在课堂上与我们分享了这个行业最新的发展动态，并传授我们所需的知识和技能。而在电影研究和制作课上，同学们更有机会利用校园先进的设备和摄影棚等设施。Cam 1, Cam 2, and action!并在讲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，并将课堂所学创作成属于自己和团队的作品。在校期间，我们也在讲师的鼓励和推荐下，积极参加了各种影展活动，例如在2021年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的大学生短片制作比赛。很荣幸的，我们的作品成功入选了全球前15强，而这次来自国际上的肯定，更加给了我自信，继续创作，发掘各种不一样的故事。2022年10月，我成功自 UCSI 毕业，获得了大众传媒学文凭。我也在导师的推荐下，申请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亚洲著名艺术学府啊！我在递交申请后，满怀期待，希望能从远方传来好消息。5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录取信。是的，我被电影系录取啦！2023年8月，我将带着 UCSI 对我的培育、祝福和期待，朝着梦想的下一站起航。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追梦路，我想鼓励所有怀抱梦想的人要勇敢 dream big， 万一最后实现了呢？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，做给自己看，也做给怀疑我们的这个世界看。